在这一边，我们看第67页的快乐来挑战。OK，我们要准备游戏用具，就是准备20道小数的四则运算题目，有加减乘除的。然后在题目的背后呢，写上它的那个难度，容易的你就写一咯，然后很难的你就写四咯，然后一二三四咯，四种还有五，一二三四五咯。然后过后呢，你就将背面这个，像刚刚这一题，它这个加。他讲他难度是三，然后你就贴在布告板上面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分成四组，各组的学生从难易度一到五的顺序，然后撕下布告栏上的题目，然后作答，OK，然后难易度同时也代表该题目的分数，五难度是五的就5分，然后难度是一的就1分哦，答对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分数放在他的那个布告栏那一边，答错就由那个其他组员。补答，答对可以得到一半的分数，然后分数最高的组别获胜，然后组员都还是答错的话就零分了，应该是这样了，他这边没有讲啊。OK，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他这一个有四题题目，我们就做掉它了，减的，所以我在这边我有3.26减0.26，啊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小数点，等下我的小数点对齐对到不到齐，0.26，然后在这边零。然后3.00，然后我的2.12，然后4.55，刚刚那题我觉得它难度应该是一吧，七，然后六，这个是6.67，这一题的难度我也觉得是一啊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再来这一边，我有这个5.283，然后再乘以三，然后339，3824，326，6+2，8，然后355，15.849。然后我的6.248，然后我再除以四，144，然后这边就22，然后小数点5420，然后这边还有24，6424，然后八，然后428，所以这个是这样。其实我之前教过你们这样的方法，6.248除四，然后144，然后5420，然后6424，428，1.562，这样做也是可以的。